中国的医疗人文事业是一个利及中外、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儿，是实实在在的为受难国的人民解除了病痛，加深了和受难国人民的感情和各方面的关系联系。我在阿尔及利亚工作了10多年，经历了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相处非常的愉快，也经历了无数感动人的时刻。记得去年7月份的一天，就会诊到了那个省医院，突然有一位阿拉伯人过来的图，你好吗？我想我们医疗队组会在这个省工作过，我也从没有到这个省去，怎么还有人认识我呢？他说在10多年前13年你给我做了一个手术，做了一个髋关节的手术，说吧，他马上把裤子就退下来，外裤退下来，就让我看那个伤疤，还反复复地走了几步，还跳了几下给我看，说现在恢复得很好。因为在阿尔及利亚病人住院的时间很短，我们做手术过后2天左右病人就住院了，接触很少，这么长的时间他还记得我，并且10多年了，就在那个短暂千里之外的边缘省份有这样的一位病人，一位病友，我当时非常感动。